咱们现在如果要挑运动员的话，和您当时选择这个女排运动员有什么不同？不同啊，啊，颜值。哇，颜值要高，颜值。呵，这真的，哎，真的。看女排最过瘾的就是不只是要看到长腿美眉，还可以看到颜值这么漂亮的，真是漂亮姑娘，真的特别过瘾。方志，你会不会就是为了要跟这帮九零后的姑娘打交道，要学一些他们的词儿啊，什么颜值啊，什么什么的？啊，我说了，这次比赛我不是前面打得不好吗？对。啊，完了我说你们虐我呀！虐，你们怎么能虐我啊？我这次比赛你知道降了7公斤体重。我说就是天天被他们虐的，虐心呢，虐心呐！孩子们，你们什么时候能正常发挥呀？孩子们呐，醒醒！奥运会，张继科都没睡了。后来就起来了以后，就不一样，就势不可挡。